秀妍，别走！我们不要这样。秀妍，我真的很累啊，不要这样好吗？求你不要这样，我不想再装下去了，我不想再自己欺骗自己。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可以吗？秀妍，但我们不是同一条路上。我会努力走上你那条路的，真的。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，我知道我很自大。 很大男子主义，我知道。但是为了你，我不愿意改变，我自己。罗罗，是我，松平啊。是啊，我想问问你，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有什么结果吗？哦，还没有啊。明白了，明白。 我当然知道你的苦衷了，但是呢，就当是我求求你，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密切的留意一下，因为这个人呢对我非常重要。好，谢谢你。啊，老陆。 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有点事情，一会儿再打给你吧。好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要不然我送你吧。 行了，你不要再嘴硬了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来来，我真的不用你送，上车吧，上车，喂，啊，坐好啊！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？ 歌手安秀，您说一下，最近出了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？罗亮，对吧？我都说我是一个歌手了，其实我唱歌挺好的。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，你先坐好吧，坐好了，听听歌啊。 你有没有很仔细的欣赏过这片海景？没有，我也没有时间跟你在这里胡搅蛮缠看风景啊。我最近呢，一直都住在我们结婚的那间卧室里。
要去林老师那边了，他的脾气可不比你小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要去学钢琴，要去学舞蹈，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李美芝帮我安排的，你可以打电话给他问的。我在问你话呢，我怎么会喜欢你这么个没有脑子的女人呢？你为什么骂我呢？我因为我很认真地跟你说话，而你却用这个态度跟我说话。你是不是因为跟谁打赌？跟方子怡？因为你想甩了他，你又认准他了，你想把我当棋子，对不对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啊？我只是不想被你当傻瓜一样耍来耍去的。素颜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以前只会对你发脾气，对你耍酷。素颜，但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我不想跟你谈了，再见。秀妍，秀妍，别走，我们不要这样。秀妍，我真的很累啊，不要这样好吗？求你不要这样，我不想再装下去了，我不想再自己欺骗自己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可以吗？秀妍，但我们不是同一条路上的。我会努力走上你那条路的，真的。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，我知道我很自大，很大男子主义，我知道。但是为了你，我愿意改变，我愿意改变我自己。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吗？房店吗？李老师，他不是去你那儿了吗？还没到吗？哦，哎呀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刘老师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去找他，找到他我给你打电话啊。你再等会儿，再等会儿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韩秀妍，你跑哪儿去了吗？你不是要练歌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都是你，林老师一看到我就臭骂了我一顿，还说我耍大牌。他说今天不教我，让我回去了。我去帮你解释一下啊。哎呀，你越去解释他越生气，算了吧，走吧。喂，浩然啊。是啊，我们现在。喂，怎么了？什么怎么？你疯了？如果孩子出事怎么办啊？没事啊，我们不是正在回医院的路上吗？就算孩子真的有事，你接不接也无所谓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电话，你有什么权利挂我的电话？我不喜欢那个家伙。你们真有意思，他还说不喜欢你。好啊，彼此彼此啊。来，下车吧。你怎么像个小孩子啊？去见你的浩然，快点上车。神经病，快点吧，坐好了。都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，手机不接，手机挂掉，手机关机啊，惹得老师生气，这为什么呀？你还想不想当歌手？还要不要挣钱？还有没有点艺人的职业态度？豆豆的病怎么办？你不准备救他了吗？秀妍，我发现有的时候你的脑子的 IQ 真的跟是猪一样啊。
你妈自己是猪脑子啊？怎么挡路啊你？你回来干嘛？看我孩子啊。你还有孩子？你还有工作吗？哦，你不会是跟这位先生一直在一块儿吧？哎，你走开呀你！雪薇，我，请问是你不让他去公司的吗？是，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作曲的老师因为这件事情发了很大的脾气，说以后再也不给他写曲子了啊！你一声不吭的把他带走，图什么呢？你能告诉我图什么吗？啊，手机也关机，我找不到他，我很着急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想毁了他的前途？是不是？你笑什么？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大声，你会吵醒豆豆的。再有下次，小心我揍你啊！雪薇，我告诉你，每次都是这样，你做错永远是。不要说我今天没有提醒你，啊，你以后再这样继续纠缠秋妍，啊，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其实秋妍，你知道，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话，说明那个人在他心里面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呢，要好好把握，啊。怎么突然间跟我说这种话呢？其实我也很羡慕像他这样的男人，啊，长得一表人才，有事业，有能力，又有钱。除了那么有点自以为是以外，其他的还都挺好的，啊。雪原，其实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改变自己，说明这个人在他心里面是很重要的。你跟秦松平如果走到一起的话，我觉得他是能给你幸福的。其实你这人也挺好的，挺善良的，要不然我就不会当你是弟弟，是一家人看待了。你跟厉美芝也挺般配的吧？啊，那个，我跟李美芝吧，再说吧。其实秀媛，你知道吗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，我觉得我将来啊一定是个有钱人，而且哪一天我迟早能够叱咤风云，啊，称霸江湖。啊，秀媛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啊！加油啊！我就知道一定会相信我，对不对？加油！进来吧，姐来了。你会合成照片吗？那是我的强项。如果我让你合成几张安秀妍跟别的男人上床的照片，你能办得到吗？只要价钱合理就没问题。小燕，嗯，给他钱。好，走吧，跟我拿钱去。啊，安秀妍，你一个小麻雀还想变凤凰？哼。姐姐，我们这样做不会有什么麻烦吧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李美芝，你想整垮我？今天我要叫你一手捧红的人毁在这张照片上。哥，哎，松林，这么晚还在啊？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手机忘车上了，什么事？你下午是不是跟安秀妍在一起？你也知道了。说真的，如果跟他再结婚的话，你不会反对是吧？啊，
哎，英杰，这么晚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不是公司出事了吧？喂，你们两个怎么这种表情？出什么事了？我问你们话呢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究竟什么事啊？啊，宋平，你可能不能跟安秀妍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白天你还说你要支持我的，你现在又跟我说不能跟安秀妍在一起。因为安秀妍是齐兵的老婆。你说什么？不但是这样，豆豆还是齐兵的儿子。齐兵的儿子。一定不可能。哎，松平，松平，
都几点了？我吃过了。我也吃过了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有点事儿。李志，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，说话吞吞吐吐的？是这样的，我有点事要问你。就这样吧，周助理，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周静。哎，周助理啊，我是刘总啊。刘总你好。哎，你们公司的安秀妍，她怎么会在网上有段绯闻啊，还有照片呢？是吗？我先了解一下情况。还了解什么呀，我待会儿去你们公司解约，你们得赔我经济损失啊。想问我对那件事情的态度，对吗？不，浩然，我不想问你这件事情，我是想问关于秀妍。李总，对不起，有一个紧急情况要向你汇报。什么事？李总，我们不得不解约了，你要退还我们的一切费用。为什么呀？网上的照片啊，影响力太大了。一个做过三陪的女人，怎么能做我们产品的代言呢？安女士，你让我们产品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。这是栽赃，这是诬陷，你们怎么可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？网上的照片都传播开了，你们叫我们怎么做啊？网上的东西能信吗？哎，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对不起良心的事儿？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对不起你的事情吗？好了，到此为止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们解约。哎，欺人太甚嘛。刘总，既然你想解约，咱们就解约吧。但是我现在没钱还你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告我也好，吃了我也好，随便你。秀妍，李总，你怎么能跟这种人签约？周静，你去看看秀妍。没事，秀妍这件事真的是没有做过，她是被诬陷的，你一定要帮她。这件事情现在很麻烦，这样好了，让秀妍停止一切活动，等待结果。李美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相信我们？你说话注意点。不是，已经到这份田地了，你要我注意什么？你不要再闹了，赶快回去吧。我行，我可以回去。你是公司老板，我们是你的艺人，你现在不相信我们，这算什么？莫名其妙。李总，秀妍她好了，我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怀疑有人在照片上做了手脚，你马上去查。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说一句道歉的话吗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做错了吗？你怎么不听我解释呢？你再解释也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。秦松平，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松平，出事了，网上现在流传说秀妍以前当过三陪女，还有裸照为证，这一切都是方子毅做的。怎么回事啊？
秦总，对不起，我劝过子怡姐的，可她根本不听我的。她说要整垮那个安秀妍，她现在就像疯了一样。秦总，我好害怕。美乐公司已经报警了，警方看了照片以后认定照片是假的，分明是蓄意陷害。给我准备车。好，走。美芝，对，我知道了，我刚刚知道的，你准备怎么做？他是你旗下的艺人，我听你的。你想怎么办就决定了，我无所谓。那他会有很大的麻烦。所有事都是他自找的，是他咎由自取。但会影响你的公司。你不用担心我。好，那好吧。起诉他。稀客，进来吧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方子怡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公司旗下的艺人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会马上和你解除合约。你在威胁我呀？你无端端解约是要赔偿我的损失的。对于你这种品德恶劣的人来说，就算你不想解约，我的公司也永远不会再用你。我怎么品德恶劣了？你把话说清楚啊。你为了报复别人竟然栽赃陷害，这算不算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陷害安秀妍啊？我说是安秀妍了吗？你，现在网上吵得最火的就是这事儿了，所以我这么说了。你想要证人是吗？进来吧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混账！先出去吧。你放心，明天我会给你安排给罗丽莎当助理。谢谢秦总。是我散布的，又怎么样？那个女人啊，敢做就不怕被说。可你这是在诬陷别人。你有证据吗？帮你合成照片的那个人已经被警察拘留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松兵，对不起了，我只是不想输给那个女人。放手啊！松兵，放手！我已经对你完全失望了。松兵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松兵。你真是无可救药。你本来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，你自己的才华，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，但是现在你被你的妒忌、你的虚荣、你的自以为是，所有女人身上最不该有的缺点断送了你自己。没人可以帮你了，你等着法院的人传唤你吧。我是美乐公司的律师，这位是法院。方小姐，美乐公司现在以诬陷罪起诉你，这是法院传票。
美珍。哎，美珍，有事吗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我觉得我太冲动了。我感谢你对秀妍所做的一切，真的，对不起。我什么都没做，要谢就谢周静吧。秦松平也出了很多力，你去谢他吧。美珍，美珍。不能没有豆豆，到底有什么办法能保住豆豆？如果在一个月之内找不到合适的肝脏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已经加大了用药的剂量，到头了。现在应该马上找到合适的肝源。8月19号8点20分。安允进行2个小时的抢救，现在脱离危险，记得。秀妍，明天是你生日啊。你好，阿姨，要买什么？我就这些钱，你看我能买什么样的蛋糕？那边有样品，你过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结果我车开太快了，有个女孩过马路，我撞到她了，撞到她了。你慢点说，我听不明白。我撞到人了，我撞到人了。啊？那当时有人看见没有啊？好像没有。姐，你是想坐牢还是想没事儿？子刚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啊。那你就听我的。
怎么了？松林，命是保住了，可是，可是什么？可是什么？啊？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，也许一辈子也不会醒过来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变成了植物人。他想给秀妍一个惊喜吗？他对我，多睡会儿。浩然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大家都很难过，你千万不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天对人这么不公平？爱人才12岁，他跟秀妍的关系刚刚缓和，都怪我，都怪我不好，我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买蛋糕呢？我应该阻止他，
如果我阻止他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。不，不怪你，真的不怪你。要怪，就怪那个逃逸的凶手，是他。凶手，我一定要抓住他。我抓住他，非得用刀把他的心割出来。我要看看他的心是什么做的。浩然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一定要把他抓出来。哪怕搭上我的下半身，我要把他找出来。浩然。警方已经介入了，你不要太激动了，好吗？不，我一定要亲手给安然讨一个公道。这么发达，安然一定不会有事的啊！放心吧。哎呦，不哭不哭啊！放心吧啊！知道你心里苦，都会过去的啊！哎呀，别怕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奶奶啊，还有松平，我们都会陪在你身边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不要怕啊！哎呀，丫头，命运这东西。真的是很奇怪的，当你强的时候他就弱，可是当你弱的时候他就会强，他就会欺负你。我们不能被他欺负，我们不能被命运打倒，我们一定要战胜他。相信奶奶，相信奶奶的话啊。可怜的丫头，可怜的孩子，哎，不怕啊，不哭啊。
找我什么事啊，杨医生？秀妍，安然的情况非常严重，他现在除了心脏跳以外，基本上就是脑死亡。我有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在这之前，我们已经确定安然的肝脏跟豆豆相配。秀妍，豆豆的病不能再拖了，安然是豆豆的姐姐，她符合条件。我不会同意的。秀妍，我也是当母亲的，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，那两个就都保不住了。如果你肯放弃一个，另一个……我不会放弃，两个都是我的孩子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之前安然找过我，他要求把肝脏捐给弟弟，可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太小，没有答应。你看他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圆了他的心愿了。但是今天是我不同意。杨医生，你自己也有女儿，你应该明白做母亲的感受。世界上哪有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？安然他一定会醒过来的，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是一辆红色的车吗？对，目前知道的只有这些。那警方没有什么新的线索？没有，可是警方说肇事车辆应该送去维修了，所以他们正在排查修车厂。青城有上千家修车厂，他们怎么查呀？那就一家家查吧，反正不能让他逃。那倒是。松平，方子一的事我不想再追究了。为什么？秀妍她不想再继续做歌手了，所以追不追究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再说你也已经跟她解约了，她现在一落千丈，都是她自己弄的结果。算了吧。哎，对了，方子一是不是开一辆红色的车？你的意思是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随便说说。如果真的是他，那这个人我可就要了。不是每顿都在吃这种东西啊？坐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不会过来了。我来是和你说一声，梅乐公司不准备起诉你了。真的？对了，我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看见你那辆车呢？车？嗯。什么车？你一直开的那辆。我寄给我弟弟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。
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没事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上哪儿去了？哦，全都跑到安秀妍那儿去了。也对，安丫头这时候需要有人帮助，去得好。我真担心宗平会不会跟秀妍来真的呀？啊，宗平这孩子会不会跟秀妍来真的呀？媳妇，能跟妈聊两句吗？好。哎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那么瞧不上安丫头？安丫头到底哪一点不好？她除了没钱之外，作为一个标准媳妇，她每一件事都做得到。就因为没钱，就瞧不起人家吗？媳妇，你别忘了，你婆婆当年可是穷过来的。媳妇，你是命好，从小生长在富裕的家庭，跟着松平他爹也没有吃什么苦。可是不能因为人家没钱就瞧不起人家。有些人就是因为没钱，一辈子都在努力的赚钱，可是当有了钱之后呢，又能怎么样？钱不是万能的，有些事情是钱也做不到的。就拿咱们家来说吧，松平的爸爸年轻的时候努力的赚钱，拼命的赚钱，结果把身子弄坏了。钱是赚到了，人却走了。孩子，这一点妈是最对不起你的。让你年纪轻轻的就守寡，你知道吗？当宋平的爸爸走的那一刹那，我在想，完了，天要塌下来了。一个富家小姐怎么能吃这种苦？可是孩子，
你做得很好，真的很好，你挺过来了，你健健康康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，你知道吗，孩子？这一点，妈心里一直很感激你。妈，你为什么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些呀？妈。妈不说并不表示心里没数，妈把秦家的财产统统交到你的手里，这不比说那些废话要强得多呀。虽然每次妈都让你把账本拿过来给我看，可是你为妈真的看吗？没有，妈只是想督促你更努力一点。孩子，这几十年来真的谢谢你，这些年来我们秦家要是没你，真的没办法撑到现在，就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做不到的。你别看妈嘴里说呢，其实心里是很害怕，万一你又走了这该怎么办。妈，所以啊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你呀，就是死心眼儿。就拿秀妍的事儿来说吧，你说秀妍没来之前，咱们家吃饭的时候人都凑不齐，可是她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，总是热热闹闹的。虽然有时候她跟你闹，可是你嘴里不说，我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是挺高兴的，是不是？秀妍是个好孩子，就跟你一样善良能干。放心吧，有你在，你一定可以把他教得像你一样能干，能把我们秦家支撑起来，是不是？是，妈。谢谢你，孩子，谢谢你今天听我说这么多。哎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咱们娘俩干嘛呢？嗯，啊，妈，说真的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弄点东西来，咱们娘俩吃。你想吃点什么呀，妈？嗯，只要你弄来的，妈都爱吃。嗯，快去吧。那好，那我去弄点吃的。好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啊。我等你啊，我一会儿就来。
你好。孩子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别着急，相信医生啊。秀妍，以前的事对不起。跟我们说，我们都很愿意帮助你。谢谢。秀姐，车洗好了。好的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三天前，三天前，嗯，啊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抓住他们！抓住了！抓住了！快点！啊！
他！浩然，你醒醒啊！快叫救护车！来人呐！浩然，你醒醒啊！松平。你现在还准备往哪儿跑？我为什么要跑啊？你撞了一个孩子，居然还可以装得像没事人一样。那是安秀妍的女儿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她每天放学回来就去做家务，还要去医院照顾重病的弟弟。事发那天，她是用自己捡易拉罐卖的钱去给妈妈买个生日蛋糕。你怎么下得了手呢？你还是人吗？松平，你听我说，我那天是去医院想找安秀妍，请她不要告我。我喝了酒，我车开得太快，等我看到那个小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为什么会那么巧？为什么她是安秀妍的女儿？她是不是老天派来回我的？松平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为什么要跑啊？你不是故意的，为什么要你弟弟去销毁所有的证据呢？警察马上就来。如果你想减轻自己罪行的话，就在警察来抓你之前去自首吧。需要你协助我们调查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浩然，怎么回事？豆豆怎么样了？豆豆又休克了。哎哎，雪雪雪雪雪，你先别这样，别着急，杨大夫在呢，你先坐下，坐下。你先坐下，杨大夫在那儿，你不用着急，没事了啊。是这样的，那天吃饭的时候，杨大夫，豆豆情况怎么样了？昏迷的次数一次比一次时间长，必须马上找到合适的肝脏，如果不马上手术，他就用我的肝脏吧。不行，你有贫血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。不行，那还是有危险的。如果豆豆真的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也不想活。你可要想清楚，这不是小事。豆豆手术之后需要恢复，那个时候你得照顾他呀。你连你自己都照顾不了，你怎么照顾他呀？有浩然，有朋友，我有很多朋友可以照顾他，就用我的肝脏吧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好不好？你还是再想想吧。不用考虑了，就这样决定吧，杨医生。Thank you.
手没有什么难的，主要是手术后要多休息。你放心吧，我给你和豆豆安排了最好的房间。谢谢。秀妍，你可不可以来我办公室一趟？怎么了？我想让你看点东西。前一个雨天，我们在江北相遇。那个时候，他没有地方住，我就把他收留了。那时候他当我家，是免费的旅馆一样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后来，渐渐的，我发觉他走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他慢慢的就有了安定的念头。动作放开。所以我们就走在了一起。来，快点吃。好香啊。半年后，他忽然间告诉我，他要离开几天。那时，我刚发现我怀了豆豆三个月。我本来想跟他说，可我知道，他决定的事情是改变不了的。一个月后，他哭着回来。很难过的抱着我，他说他在京城有一段感情，但是这一段感情是注定没有结果的。他说一切都是过去式，他决定和我跟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。他第一次有了这种责任感，想做爸爸的感觉，我很开心。可是，当我就要快生豆豆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去看朋友，结果就发生了意外。事情终于弄明白了，齐兵是在你订婚宴那天晚上去的湘北，遇到了秀妍，
而美芝因为你长时间不在身边陪她，所以找了齐兵陪她散散心。齐兵一直很喜欢美芝，他是个多情的人，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可是美芝及时地制止了他。后来齐兵想明白了，想回江北找秀妍过安稳的生活。其实那个拥抱是最后的告别。原来齐兵是秀妍的丈夫，也就是豆豆和
真的喜欢安秀妍吗？喜欢。妈，我希望你不要反对我们。妈不想反对。你和奶奶都说得好，妈仔细想想也觉得秀妍不错。宋平啊，妈不会干涉你跟她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。你说。我跟你奶奶商量，我们以天马集团的名义，我们出钱赞助一家慈善机构，每年拨出一部分款项，用来救助那些贫困儿童和身患重病的孩子，你觉得呢？当然好啊。那我们救助的第一个对象是豆豆。哎，拿着。秀妍，不用担心啊，睡一觉出来就没事了。啊。丫头，加油！啊。奶奶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出来了。奶奶等你，嗯，嗯，一定要加油，嗯嗯。丫头，奶奶等你。我想过了，美芝。美芝，我。
睡觉，王子就很激动地走上前，而且吻了公主一下，奇迹就发生了。公主这个时候呢，就慢慢慢慢地醒过来。公主呢，看到了王子，又爱上了王子，从此呢，他们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嗯，什么事啊？浩然叔叔走了。走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他让我给你一封信。好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去，安静一下啊。秀妍，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我一生中最感激的人是你。没有遇见你之前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举目无亲，作为一个人能有什么比这更亲呢？我很满足我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。我常想，没有你，我就不可能享受到你和孩子给予我的人间真情。没有你，我还会生活在不现实的幻想里，一无所有。离开你和秀妍，我很难过。可是，美珍，我是个男人，虽然不怎么出色，但我正在努力。是你给了我自信和希望，但是，我有我的自尊，我很好面子。美珍，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你来养我的。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，但这并不代表以后我也什么都没有。我有一双手，我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。我坚信，美珍，我需要你给我时间。等我干出成就，哪怕是小小的成就，我江浩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你面前说：“李美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美芝，你愿意给我时间吗？我今天开学了，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我。我说我认识很多字，都是姐姐教我的。妈妈也说，姐姐以前在班上学习总是前几名，要我学你。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学，不比你差。大夫，我姐姐动了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你醒醒，姐姐你醒醒，大夫，我姐姐动了。